同济会台湾总会中 A 区德义村国际同济会同济之夜晚会开始，战鼓起。
好，非常声势磅礴的我们永祥国术，哎，先稍等一下，先留步哦。刚刚我们的创会长，大家好，我是淑芬。再跟您介绍我们同济之夜晚会主持人，也是我们后任主席黄世清快兄。大家好。好，我要特别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永祥国术永祥国术醒狮团，非常优秀醒狮团。那么今天创会长特别邀请他们到现场来表演，那不只是表演给大家看一下，他我们这个是文化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门的一个技术那么刚刚创会长有几家功能上哎，声音太小了他太紧张了。我说请创会长再上来一下，掌声来一下好不好？Yeah.
群创会。无论是一届两届，都是会务圆满，超越巅峰。来，祝福我们德裕村广播系统聚会，到底是什么字句呢？我们总会长就拭目以待的，两眼非常认真专注的看着，到底要出什么招？来，我们看一下。想好会凶，本身是德裕村行销有限
公司的行销经理，非常年轻有为，好，非常年轻有为，那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谢谢。继续介绍赖茂元，慧兄进场。茂元慧兄本身是敦正企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欢迎加入我们德意出的大家庭，谢谢您，谢谢。继续进场是我们谭博彦慧兄。我们谭博彦慧兄，本身是木本部雕刻艺术，的，非常欢迎加入我们德意出啊的这个大家庭。继续介绍蔡永峰慧兄。永丰慧兄呢，目前从事空调冷气啊，那目前天气非常热，如果说你家空调冷气有需要服务的，可以来找我们的永丰慧兄，也是我们的候补理事。继续介绍，也是我们候补理事的林美竹慧姐。我们美竹慧姐目前担任叶森贸易有限公司。我们大家再一次掌声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谢谢您，谢谢。继续介绍候补理事庄丽娥慧姐，进场。我们丽娥慧姐呢，本身在家里相夫教子哈，然后非常非常的辛苦今天也非常感激加入我们德意出国际同济会的大家庭。继续进场是我们张义珍监事慧姐。我们张监事义珍本身是富于服装洋行有限公司，非常开心能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今天戴金鱼帽子非常非常的好看。继续介绍监事陈坤龙慧兄，进场。我们昆龙慧兄呢，本身是在永益汽车有限公司，永益汽车有限公司。也欢迎慧嫂一起进场。继续介绍监事林芳英慧姐，进场。芳英慧姐呢，是非常能有能力的一个董事长，本身一任职于宇宙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德意出的大家庭，谢谢。继续欢迎理事林欣欣慧姐进场。欣欣慧姐呢，本身是乔一乐团的团长啊，而且是一个名主持人，也是名主持人啊，相信呢，在他以后能够在我们国际同济会呢，在这个主持界发光发热啊。继续介绍理事赖秀珍慧姐进场。我们秀珍慧姐本身是马沙路陶碗负责人，她本身在做窑烧壶，对不对？各位会长呢，如果说要办活动呢，可以的，到那边可以自己来捏陶，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继续介绍理事陈思雨慧姐进场。我们四宇慧姐呢，本身是花的工厂店长，花的工厂，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呢，场上所有的花呢，都是他来布置的哈，谢谢，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谢谢您。继续介绍理事林慧宇慧姐进场。我们慧宇慧姐本身是根植于新格大贸易公司的负责人。非常开心欢迎加入我们的国际董事会的大家庭，谢谢。继续介绍常务监事唐国瑞慧兄，进场。然后唐国瑞慧兄本身呢是大本木雕刻艺术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跟我们的后任会长呢非常有深厚的关系所以说呢等一下他本身的酒量也很好，而且也很好客，等一下大家可以跟他多喝两杯哈。继续，常务理事张中兴慧兄进场。我们中兴慧兄是博伟国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非常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谢谢您，谢谢。
继续介绍常务理事廖金玉会兄，进床。金玉会兄本身经营的是营造业，我们就经营营造业。好，非常高兴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谢谢您。再慎重介绍我们财务长黄浩博会兄，进会少进床。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浩博财务长。他本身呢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生产可能跟我们董事长讲的十大农家啊，那种高科技的农场非常有非常大的关系哈。也是我们的灵魂人物秘书长施吴珍，烫地进场。来，我们的吴珍秘书长本身更是圆点设计室内装修工程的负责人，是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如果说家庭要重新装潢或是要有所改造的话，可以来找我们的吴珍的财务长啊秘书长。介绍啊，我们要任重道远，这一年也许不止一年，要每年都要关心我们德裕村所有的会务啊，所有的人士。那么这一年我们更辛苦的，非常辛苦的创会长伉俪啊，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创会长张庆春伉俪进场。原味的歌舞大会。
来宾掌声鼓励一下。张会长呢？啊，张会长。
好，鲜花一束，鲜花一束。哦，现在在上面的团队呢，是我们中 A 区在明年。在明年在中 A 区里面发光发热的团队哈，那我们电工最大的热，最大的掌声，来，我们谢谢我们这些所有的会长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觉得你这些会长好像都一般高哎，哦，没有特别矮，你们特别高。优秀，而且今年呢、非常认真。我们9月9号也是东工会交接，那个陈文荣会长他有说，同学们都好认真，都好紧张，所以那天他特别准备了很多节目。好，谢谢我们的44届的服务团队啊，我们的主席啊，洪万福主席所率领的所有会长。接下来是我们中美会陈茂全会长及所有的会兄们要致赠给我们的义春创会长呢一个精美的礼品，来请。
德育村同济会啊支持今天的胜利，然后请我们毕杰老师放生日快乐歌。
哇，这个是非常好，美好的 ending 啊，美好的 ending， 就是啊，要颁奖是不是？谢谢两位老师，请留步，老师请留步。我们中队长呢，看得非常非常高兴，这么高水准的演出，竟然能够在台中来演出，我们的中队长呢，非常开心在颁奖。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两位老师，两位老师。我们最亲爱的罗总会长、叶主席，叶主席在哪里？还有洪主席，洪主席，好，洪主席。啊，所有还有我们四十三届的同学在哪边？会长同学，你们好，你们好。四十四届的会长同学在哪里？今天我为什么会来？因为我是你们的同学。第二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我们的信清哥哥，我的同学，他也是云林的，他今天的那个创会哦，受证典礼一定要来，那我在这里要祝他受证可以圆满成功。啊，今天看到现场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我特别要带来一首歌。现在这首歌在三立的29台8点档《一家人》的主题曲，对不对？片尾曲嘛，哈，大家都有听到。这首歌叫什么？咱是一家人，来开始到放落去，做伙想安尼好，做伙同齐打拼，同齐做公益，好不好？好，老师你们来，来，来，老师来，来，拍好啊！你看看多少个支持老师，对不对？来，来，支持你们好。好，我们第一个再来。一家。
好，谢谢。要不要欠我？要不要欠我？
Thank you.
就此告一段落，那么呢，等一下呢，我们就移到对面的餐厅，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宵夜场。